就躺在床上。通常都会这样子。在你本能会被重视，肌肉那个也会被累死。因为回到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意思，那是最安全。可是这样的话就是使得他的手不能进去，所以我也搞不清楚说我把我妈放的时候是不是手又要给她她直的，可是我们这还是要让她放，她放这样她为了小腹有力放下不要包着，就是要撑起来，越少放就不要撑起来，然后跟你说越来越直咯，有没有越来越直咯，哦，越直啊，松了松了松了，就慢慢直起来，知道吗？这是红外线。对，红外线。红外线的话，咱们但是比中医师喜欢的红外线快，很快就热了，红外线会慢慢的。照的话，大概一天要照多少？一次15分钟，一天。一天。不是我一次。一次。早中晚都会照一次。是不同的地位考试五次还是？对对对，不同的地位。所以可以脚15分钟，手15分钟，肚子15分钟，大椎15分钟，头15分钟，是这样吗？对，那是不是有代替针灸的？有，有温灸的针。不是有吃饱吗？吃饱。吃饱。我要吃饱就好。吃饱会让气血循环。